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请看下面经文：皆由贪着财色，不肯施惠，各欲自快，无复趋直。 失欲所迫，后己争利，富贵荣华，当时快意，不能忍辱，不务修善，威势无己，随以磨灭。天道失章，自然纠举。 穷穷中中，当入其中。古今有事，痛哉可伤。我们仔细观察，不难发现，苦的症结在哪里？的确，不外乎经文中所说，都是由贪着。 发生的贪是贪欲，浊是执着，坚固的执着，不肯忍让。在一切境缘中，我们要特别提到财色。自古以来，为财为色，家破人亡。 乃至于国家毁灭，我们在历史上都能见到这段经文。世尊明确告诫我们：苦因皆由贪着财色，贪是贪恋，浊是抓住不肯放。 财是一切黄金、首饰、钱、房屋、用品等等。贪爱是舍不得丢，或贪财，或贪皮肉。肉身的贪是指男女之间，同性恋也是。 人和畜生都是色。前面一品里写的很清楚，要禁止去贪着这些东西。这些坏东西是共同的，中国有，外国也有，中国古代传到现在还是有。春秋时就有南色。 坏的事情，往往很普遍。不肯施惠，利益好处不肯给人家，不肯给人方便，不肯救助别人，不肯布施，都是因为贪财、好色、牵吝。 各欲自快，就是不受任何约束，要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每个人都想要自己的痛快，不能忍辱，不务修善。忍字，曾国藩说的两句话，值得我们借鉴。千万忍耐。 忍耐万千，千万要忍耐，并且不是一两件事，要成千上万的忍耐。《金刚经》里特别指出了忍辱，割力王节节肢解，难忍能忍，若处处想自由。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将来非干到地狱不可。都要有一个有所不为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要有约束，不能放纵。你要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侵犯对方的自由。 这不是在造恶吗？自己还觉得很有理。忍辱就是克制自己，把这个自由让给别人，就忍辱了。你骂我，我要回骂，彼此都不自由了。你骂我，我不反抗，他就自由了。 年轻人都想自己快遇这个很危险，危势无己。你想痛快，享受，有危有势，但是这不会有多长时间。你以前修了善，得了这个善报，等于一个人接受了遗产。 允许他挥霍，等坐吃山空之后，威势就会随意磨灭，都消磨尽了。天道失章，自然究竟。天道，自然之道，因果之道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 有很多外道求天，其实天只是执行一个法度，秉公办事，不能因为你磕头，他就赦免你；你给他上供，他就帮你把罪过灭了。若是那样，天不就受贿了吗？所以很多人都糊涂。 天就是要施章，要起作用。自然纠举，不用造作安排，自自然然。纠是纠正，举是检举，把一切都暴露出来，都要追究。穷穷中中，穷穷。 是无所依，孤独。中中是惊慌失措的样子。万般将不去，唯有夜随身。你的同伙、哥们儿、家亲眷属，没有一个跟着你，只有孤独、恐慌的，当入其中，自己就到。 应该去的地方去了。古今有事，从古到今就有这样的事情，悲痛可伤啊！众生本来是佛，自己不明白、不相信，不但妄想执着，而且种种造恶。 在冤枉之中受轮回，噩梦越做越恶，越做越恐怖，不能醒。痛哉可伤！请看下面经文：汝等得佛经语，孰思为之，各自端守，终身不怠。 尊圣敬善，仁慈博爱，当求度世，拔断生死重恶之本。当离三途，忧怖苦痛之道。若曹作善，云何第一？当自端心，当自端身。 耳目口鼻，皆当自端；身心境洁，与善相应。勿随事欲，不犯诸恶。颜色当和，身形当专。动作沾事，安定徐为；做事仓促。 败悔在后，为之不地，亡其功夫。汝等得佛经语，汝等执语会的大众，以及后世的人，当然也包括我们在内，得佛经语，得到佛的正见。 下面说说“佛经语”这三个字。佛是释迦牟尼佛，有这样三种解释供同学们参考。第一种解释，“佛经语”通指舍恶修善、备臣和绝。 佛经语，就这八个字：舍恶修善，被臣和绝？佛的经教里头，出入门的时候，佛教我们舍恶修善；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，佛教我们向上提升，由舍恶修善。 向背臣和觉提升，世尊十九岁舍弃王位，出家修行。他看到人生的生、老、病、死，他想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？这个问题是怎样发生的？把它的因找出来，把它的缘。 找出来，果报就清楚了。因缘果报搞清楚之后，佛教我们舍恶修善，备陈和觉。佛出家后的十二年当中，广学多闻。印度在古代是宗教之国，宗教发达。 宗教教派很多，也是哲学之国，有智慧的人很多。他一个都不舍，每个宗教都去学习，每个学派都去参学，十二年不能解决他的问题。他的问题是什么？ 是生老病死，是六道轮回。印度确确实实很多宗教对于六道里面的状况很清楚，但是从来没有人提到要解决这个问题。解决这个问题，最初是释迦牟尼佛提出的。 如何能超越六道轮回？这是一般宗教里找不到的，所以他放弃了。十九岁出家，放下了烦恼障；三十岁不再去参学了，放下了所知障。佛法教我们看破放下。 放下是放下烦恼障，看破是放下所知障，从这入门。背尘和绝。尘是迷惑，跟迷惑相背是绝，所以背尘就是合绝，合绝就是被尘。 觉是什么？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了。释迦牟尼佛放弃十二年的修学，到毕波罗树下去修定，去入定，终于在定中开悟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 见性成佛，与过去修学的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。知道过去所学的错了，是被觉和尘，所以释迦牟尼佛放弃了。他跟自性不相应，跟迷相应，所以放弃是有道理的。 放弃以后干什么？修定。定是什么？内放下贪嗔痴慢疑，于事出世间法都没有贪恋的心。我们今天有一点明了：世间法是假的，要放下；出世间法也不是真的。 它从哪里来的？它从因为有个世间法，才有个出世间法。如果世间法没有了，出世间法也不存在，是相对而建立的。佛法我们要不要？没开悟之前要。 开悟之后不要了，你要障碍你开悟、障碍你的悟门，必须放下。所以佛般涅盘之前，跟大家说一句话，他四十九年没说一个字，谁要说佛说法？ 叫谤佛，这话什么意思？自信清净心理，一法不立，那是真的。所以大彻大悟的人，他没有念头，他没有起心动念，他什么也没有。你去问他，你问他什么，他答复你什么。 他一点障碍都没有，好像什么都通了。没错，是通了。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；不起作用的时候一法不立。纵然起作用，还是一法不立，难。初学的人听到上面说的这个话。 愈听愈迷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情我们再说一个现象，相比较一下，可能更容易明白一些。凡夫是什么？阿罗汉是什么？菩萨是什么？佛是什么？ 其实是一个，只是所附带的不一样。我们具体的来比较一下，凡夫包括六道的二十八层天，都叫凡夫，叫六道凡夫。凡夫见色，他在境界上有起心动念。 有分别，有执着。阿罗汉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阿罗汉能超越六道轮回，但超越不了四圣法界。菩萨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。菩萨。 超越了十法界，佛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这叫自性见。第二种解释，佛经语，通知舍阿修善，备臣和觉之一切法门。 同第一种解释相比较，多出了一切法门四个字，这是对第一种解释的补充，更具体化了。就是凡是舍恶修善、被臣和觉的一切法门，都是佛经语。重点强调一切法门。 体现出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释迦牟尼佛当年成道之后，就开始教学。四十九年教学是有阶段的，有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。佛的小学是十二年。 偏重在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因果教育，这是扎根教育。为后面的小成、大成，把根扎稳。小学毕业后，成阿罗汉。六道轮回毕业了，永远不在六道里轮回了，这是真成就了。 世间有阿罗汉，那是少数一部分。他来世间干什么？回小向大，怜悯众生的心升起来了，自己脱离了苦海。看看六道里头还有那么多苦难众生，菩萨在渡。他发了个勇猛心。 我去帮助菩萨教化众生，这就是经教里所说的“回小向大”。小乘止于阿罗汉，大乘止于佛陀。佛陀超越三界，脱离十法界。小乘在十法界里头。 他还有四个阶级：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在他上面。阿罗汉能离六道轮回，不能离十法界。只有大乘摩诃萨，摩诃是大的意思。大乘里面的大菩萨，是指大彻。 大悟、明心见性这些人，虽然明心见性了，他的无始无明没有断干净，他还有四十一品无明，他是法身大师。他住在哪里？住十报庄园土。 释迦牟尼佛的十报土，就是华藏世界。这里面所住的修行人，全是法身菩萨。他们来干什么？来断无名，无名断尽了，正得究竟圆满佛，十法界真正超越了，圆满。 回归自性，像六祖慧能大师说的那样：“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”万法指十法界。学习这两句经文，我有这样七点感悟：感悟一，我们学佛。 可以分两步走。第一步，舍恶修善，这是下手处。第二步，背尘和绝，这是在第一步基础上的升华。第一步舍恶修善很重要，万万不可轻视。记住这两句话。 舍恶不堕三恶道，修善生人天两道。舍恶不造恶，跟恶道就不相应了。你决定不会堕三恶道。你知道三恶道可怕，你不想堕三恶道，那你就一切务必有断恶的念头。 断恶的言语，断恶的行为。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两舌。这个重要。修善，三规五戒，十善重要。佛说的，句句都是好话，我们要认真做到。 感悟二：佛法不是学来的，学来的不是佛法，自己觉悟的是佛法。对佛经语，不能跑马观花，不能走马观花，要下马观花。不但要观。 而且要观仔细，观仔细就误入了，误入那个不可说不可说的微妙境界了。我的感受就是亮小灯泡了，亮一个灯泡就开了一点智慧，灯泡亮多了，自信里的真经就出来了。 感悟三：佛法不复杂，学佛很简单，做佛也不难。有人说佛法太多了，学不过来，那是你没选对路，人为的把佛法弄复杂了、神秘化了。其实佛法很简单。 你会用四个字就行了，哪四个字呢？收回，展开。收回就是简化，把佛法简化到极处，等于一个零。这个零是什么？就是四个字：阿弥陀佛。展开。 就是从这个零展开，衍生出无量无边法门。收回来就是零，展开来就是无量无边法门。所以佛才说，他一生没说过一句法。归零是成就自己，教学。 是度化众生，众生根性不一样，所以佛讲经有深有浅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应机说法，法无定法。你要真的觉悟了，一切法都是佛法。你要是迷了，所有的佛法。 都不是佛法，要误入佛号不中断，就误入了。感悟四净土念佛法门最殊胜之处，就在于你虽然还没有开悟，却让你享受到开悟的成果，这是真真的。 不可思议。感悟五：学习佛法的过程就是改造自己的过程。注意，是改造自己，不是改造别人。二十年学佛，我改造了自己，提升了自己。感悟六。 盯着他人过，自己受折磨；他人本无过，过是在你这。感悟七：净土宗用八个字概括——一成愿海，阿弥陀佛。这样无上大法，你咋不学呢？ 第三种解释，佛经语。别指弥陀一乘愿海，六字洪明之净土三经。这是黄念老为我们解释的。对我们修学净土念佛法门的同修来说，可不可以这样说？佛经语。 就是无量寿经和阿弥陀佛佛号，因为这是弥陀本愿海的核心。熟思为之。印光大师有这样一段开示：看经论，及各典章，不可急躁，须多看。 急躁不能宁静，必难得其止去。后生稍聪明，得一部经书，废寝忘餐的看，一遍看过，第二遍便无兴趣，即看亦若丧气失魂之相。此种人，均无成就。 当立戒之。苏东坡云：“旧书不厌百回读，熟读深思子自知。”黄念老的批注是：“熟思为之，从文而思也；端守不怠，从思起修也。”这个批注。 太精彩了！念老是菩萨再来，不是凡人。凡人说不出这样的话。读经的目的是从文而思，把经典所讲的义理、道理、修行的方法、方法之后的果德讲清楚、讲明白之后。 得真干，就是端守不怠，从思其修。佛在《华严经》上说：“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正德。佛一语道破了我们的病根。 我们用读书的方法破妄想、破执着，用清净心、真诚心、平等心、大慈悲心来读诵经典。读经就是修定，将一切妄想烦恼扶住。佛在经上讲的这些道理，都要明了。 道理明了了，教训要记住，要熟思为止。无量寿经是净土第一经，详谈了弥陀本愿之海。我们要好好思维，佛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要把自己摆进去，联系自己。 哪些话是在说我？不要把自己当局外人，在那里空走一场。作用很殊胜，没有什么法术，没有什么特殊，很简单。熟思维止，要在思维上用功，各自端守。 终身不怠，这两句经文，佛教我们必须依教奉行，端守什么？就是按照佛经的话去做。佛讲的这些教训，我们都要做到。佛讲众生所犯的毛病，应当仔细反省。 检点自己有没有，有的赶紧改过；没有的，好好勉励自己，万万不可以犯。这是修行。无量寿经就是我们修行的标准，就是我们端心端身依靠的准则，终身不怠。 一生精进，绝不懈怠；尊圣敬善，仁慈博爱。从这两句开始，到忧不苦痛之道，是讲处事、待人、接物的标准。我们与大众相处，先要知道尊圣敬善。 在大城出地以上称为圣，在小城出国以上称为圣。景兴师说：“尊圣包括佛法僧，僧指和合众，除了佛以外的修行人，统通为僧，这就是尊圣。” 敬善，善有世间法，有出世间法。儒家的五常，仁义礼智信，都能够实践，才能保持人身，相当于佛教受五戒。这就是法宝。仁慈，仁者安仁，普利。 慈悲为怀，仁慈博爱，当求度世，要求解脱，要普令一切众生脱离生死。佛说：“你们得到佛的经，一定要好好修，不要懈怠，尊敬三宝，仁慈博爱。” 自觉觉他，自度度他。要拔断这个生死重恶的根本，当离三途忧不苦恼。要离开三恶道这个忧愁、恐怖、苦痛的道路，怎么离呢？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。 贪嗔痴是众恶的根本。轮回六道，贪欲为本。要解脱，出离生死苦海，用智慧的剑斩断无名，脱离三愁之苦。行善，什么是第一？端正身心。 善为第一，行善事。说到究竟，第一善就是世心作佛。所以，我们就要在一切处端正身心，耳目口鼻皆当自端。浅一点说，就是非礼勿视，不合理的。 不看，非礼勿听；不合理的不听。非礼勿言，不合理的不说。什么叫端耳？就是《楞严经》里，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的反文文字性。在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。 端耳是文之本性，反文文字性，不是听声音追生辰。如果你是听声音追生辰，是向外奔驰。有人说，把文字解释为文性，凡夫就无法下手。 黄念老是这样回答的：“对，凡夫是无处下手，所以净土法门才殊胜。你迁就下手的地方，非讲错不可。入流王所，所是所闻。这么讲，大家马上就明白了。” 黄念老的这个回答，简直太棒了，准确无误，揪了大篇。这个篇若是不揪，那可真是一误后人了。《楞严经》中，出于文中，入流王所。入的是什么流？ 留，当然是锁的对面了。是把锁忘了，耳朵的锁是什么？不是声音是什么？把锁忘了，就是把声音忘了。不要在声音中待下来，这就对了。同样的，也不去追色尘。 反文字性，端严，种种都一样。所以，耳目口鼻皆当自端，端心就是视心作佛，视心是佛。这样的反观自性叫做端。六根不去追六尘，朗照自己的心源。 本性之源，这才是端正。然而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正是初下手的人要做的。参考资料注一：文根未所观境，此境不取所闻声相。 以不取耳识能分别相，但闻而已。二，流之一字，明其所显之地，乃是文性真流。以此圆通常性，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，故名为流。详见偶益大师《楞严经》合著。 因为这一节课的内容比较深一些，所以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参考资料，大家可以去看一看。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